前，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，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、基本情况，还有脚本。现在是网络时代，只要上网，就会留下痕迹。我现在他妈教你我怎么做事。那就是骗来的钱。钱开始动了。才几分钟，700多万又没了。这些钱汇到了18张银行卡中，我们只掌握了这9张。你不想站到骗子面前，问一句：凭什么一个电话毁掉别人的人生？有些骗局不要那么容易拆穿，否则你要不到你要的结局。永远不要骗女人，女人真的是会疯的。